冠军奖金十万，总奖金近40万元。2022赛季乔氏杯中式台球大师赛全面升级，年终总冠军奖金500万，相关赛事总奖金超过2200万，超越斯诺克世锦赛，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本站赛事诚挚感谢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明宏地产有限公司、 Joy 乔氏中式台球球桌、 LP 球杆、野豹台球杆、 Furry 威力球杆、奥秘台球杆、皮尔利球杆、 Ports 波茨杆、塞纳格酒店公寓管理辽宁有限公司、营口鲅鱼湾魔法温泉公园、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亚乐美台球、 Linebox 施博专业台球杆盒、塞克斯桥粉、小麦皮头、镇红胶边、葡萄酒店管理辽宁有限公司、蹭个够商城、优泽智能球房系统、爱跑光影桌球、九万急救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来到塞纳河畔乔氏杯2022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鲅鱼圈站的比赛现场。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1-12组第九场的比赛。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一号台裁判员周玉杰，运动员冯泽元、李泽新。五号台裁判员赵文静，运动员屈东升、刘淼。六号台裁判员巩义航，运动员孙明明、赵百旭。七号台裁判员张毅，运动员谷雨鹏、戴乾隆。十一号台裁判员杜环玉，运动员李春成、贾浩辰。十三号台裁判员王航，运动员赵瑞欣、李毅南。十五号台裁判员范文涛，运动员黎俊熙、赵若彤。TV 台裁判员张毅，记录裁判员于美子、王锦一，运动员郭福生、雷毅伟。现在比赛开始。郭福生你好。雷毅伟你好。请双方有争夺开球选择权，听口令预备，3、2、1，开始。雷毅伟获得开球选择权。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画面左侧郭福生对阵雷毅伟，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败部的比赛，谁获胜，谁继续征战，落败的一方就被淘汰啊。比赛抢11，12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评述依然是苏新元、张庆勇。比赛开始，第一局雷毅伟开球。
杀完球没少进，没少进。两位选手都是进攻型的选手，没错。郭富生这个球风也是非常犀利，对，节奏也很快。哎呦，小伙修正了一个低杆啊，但是他是很明确的，我上半台我球打，对吧？中带黄衣，我这么走是安全的。对，看要不要打黄衣？打黄衣轻弹起来可能位置还不太好，可以换球，换五中带，换五底带。有向右角度摆球，还是觉得不太好打，是又 K 了一杆。郭富生上场，对，郭富生啊，这个认识这位球员已经有些时间了，对，但是这位球员给我最深的是一些这个平时在一些短视频平台里看到一些这个录的段子，嗯。尤其有一个画面里好像是打了好几颗这个边库啊，把大家伙围观的人都给震那儿了。哎，我一看这准度可以，像不像《亮剑》里边的李云龙？哟，李幼斌，李幼斌是吧？对对对，尤其是一瞪眼的时候，巨像那个劲儿哈。二营长把我的一大雷炮拉过来。先弹起看左中啊，刚刚虽然说这个雷一伟在之前的一杆右下方没打进白球，把一号球挂活了，对，那郭富生再把这机会还给雷一伟的时候，那这局面就瞬间简化了，有把握的话可以先上去啊，没错，这样的话就好打多了，对，中带非常合适啊，交黑棒。第一局雷伟胜，比分1-0，谢谢。第二局，郭富生开球。过线不够啊！开球时机，过二进一，开球时机。
稍等。继续击打。选球。中间的十三号右下角。左边有机会中国杆发力一 K 球。嗯。没打进。这准度丢的有点多啊。嗯。看位置，风带有一点低杆，左下再打一颗，九打掉让带口，上方十五反向应该是够啊。嗯，活球，对，非常快啊，这反应。对，郭富生的这个老师是石伟达。嗯。第二局，郭富生胜，比分1-1，谢谢。第三局，雷一伟开球。看一下单色，能否上手去选一颗？没问题，六号球。嗯，第一回来红塞应该是不够的啊，中间这颗右上角，好的，横过来，四号交道，继续啊。还是低杆横向，哎，就出来，稍稍的这个力量有些重，再推荒一弹起，争取先叫七啊，上面不留球。好，再走，下低杆啊。三号还是够像。对，你叫到这个十一十五斜向这个空档当中，抓个位置就好了，这杆就有机会了。小了，想叫一个横切啊，是有点想法。一记香蕉球，
那他这个需要的很薄啊，太够了，对，太远了。就这个弧线过去之后，你抛物线过去，能不能撞到那个点呢？是跳球了。这球他要能跳进，他就有绰号了，嗯，鬼手，鬼手。手非常快啊，嗯，变幻莫测，对，变幻莫测。勾中，14稍微有点薄啊，但这个球看看有机会可以避开11的话，从上往下还可以去找一下10、下第一个安的话就直接奔最上方那颗了，12号球，对，就上方这颗花色啊，然后就看你的想法了。10号不动，要动的话需要右塞高杆，这个球进球就难了。嗯，还是加了一个右塞的高杆，但是旋转不够啊。下来之后这个位置十二号好，刚好可以考虑一杆接力。太厚了，上方有的打。杆法太低，没有 K 到。正常交位，十五在下低杆右边过去，还是校时啊。再来一个低杆下来。第三局，雷伟胜，比分2-1，谢谢。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
第四局，郭富生开球。开球时机，郭富生开球时机两次，再有一次判负一局。稍等，继续击打。还是一般向上角度，好在上方没有任何障碍啊，可以绕。四号一打，二上去。因为二号球周围啊，还有敌军。嗯。难度就在于你走位。对，所以说先处理，留他最后。顺推自然上。嗯，十一的右侧。这劲儿差的有点多了。是。貌似是想调个好打的中带啊，但是这个往右的方向太多了。第四局，雷伟胜，比分3-1。第五局，雷一伟开球。
开球时机。稍等。继续击打。横过来这一蹭，四号还是有的，中单现在黄衣有，反向呢，再看一下七，叫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二号中肯定是没问题，但是你上边还有一颗，有花色稍稍的贴的比较近的一颗，七号球。有打就单叫，白球并不是个向左的角度，所以说不能顶着实走，而你高杆向右向上要走比较多啊，才有一个二号自然向下的角度。白球，哎呦，这球危险，太悬了。还是一个两个花球中间缝隙的四右下，看这球有多直。嗯，哎，这球还可以偷一点点的带角啊，一点点，对，横出来。底带什么情况？不好打就叫中带。这个人就控制好力量，小的被十五挡走过了，这九号球还影响出杆。点点右侧扎杆，十一下来，然后再把右边这个九打掉。哎，追进来啊！先上去看白球位，真悬。感觉今天这林一伟有点这个心不在焉哈。白球很飘忽啊，不是很听话。左上继续准度，留十五向左的一点点角度。哎，黑八要不要去轻轻的 K 一下？带一下，正好右边的球可以接。不动，不动就准。
第五局，雷叶伟胜，比分4-1。谢谢。第六局，郭富生开球。带口球打进，低杆下来，十号走过的话看十一。还是不太好，麻烦了，这球。对，这一个有点碍事的出杆位置。哎呦，这球降低了，这颗球可是太准了啊！出杆的位置很难受，然后还要去 K 下方另一颗。这杆的手上的细腻程度非常好。上去就是底，横过来就是中。右边包打，左边一个翻包。八号并没有被四号完全封住左下。左上。直接准度，漂亮。第六局，郭富生胜，比分2-4。谢谢。
博台球干涸，欧洲设计，高新工艺，三层抗压 PC 合金，六重保护，极力减少挤压、摔碰对球杆造成的伤害。质保三年，施博台球干涸，给球杆婴儿般保护。第七局，雷一伟开球。花色球，右上方这颗打掉，白球拉回来，那就可以处理下方了。中带也可以选。左下方，给八号球下方的十二号。多一个袋口，可以绕，可以顶啊，从下往上。用八号下方这一颗调不太合理了，右上这一颗需要偏准度。留一点角度，这样打进顶库这一颗自然可以往下调了。就是看你的杆法的高低。十二号有缝隙，
他十号是后斯诺。停在这附近，但是太出杆太难受了。好球，不难度不抬球。嗯，这就跟上一盘这郭富生的左上是那黑八打的太潇洒了。第七局，雷伟胜，比分5-2，谢谢。两个人的比赛几乎没有什么隔挡，上来就是白刃战，你一下我一下，看谁能战到最后。第八局，郭富生开球。开球时机，郭富生开球时机三次，判负一局。第八局，雷伟胜，比分6-2。谢谢。第九局，雷一伟开球。看能不能选上单色，单色六号一打，七号带口也出。八号没有被牵制。看看这个传完之后的一个走向。先要轻轻向上一点点，自然角，
好的。哟，这个位置，看看能不能贴着边过去啊？把石这边轻轻蹭一下，要不然别动，对吧？四号球的上方还够，咱就单独的交位。还是下低杆去蹭了一下，但是不行啊，效果不好，而且斯诺克了。那这球还挺难受，贴得太紧了，而且有点远，你要够着打。这个方向还行。直接底带。有两库 K 啊，没进，准度丢的有点多啊。打红三叫黄一，黄一推缝隙里过去，上方有四啊。郭富生打着打着突然间断电了，对，或许是不是需要一下洗手间十分钟文化呀？点燃一根智慧的明灯。对，有些时候坐在我边上的人也是这样的，是不是小苏？是，是，哎，感觉一回来精神了是吧？对，瞬间要换换脑子嘛。真是不难不抬球啊、哎！这球难，首先打进难，然后交位难啊。低高，我们还得刮点石呢。对，往下走，就是这意思。哇！这球，第十五局，雷一伟胜，胜一分，七比二。官方暂停十分钟，十分钟未到，判负一局。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正红胶边声音小，弹力大。ARP 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先角，11.5毫米特制钢头，
独特的球杆追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飞离。他帮我夺得三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博茨杆公学和中学台桥。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伟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种类众多，打感优越。伟力，释放你的威力。我是裁判王忠尧，工作时严谨公正是我的态度，打球时我使用赛克斯巧克粉，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加赛专用赛克斯巧克粉。不畏磨砺，披荆斩棘，十年一剑，只为把最好的给你。夜报球杆，世博台球杆盒，欧洲设计，高新工艺，三层抗压 PC 合金，六重保护，极力减少挤压、摔碰对球杆造成的伤害。质保三年，世博台球杆盒，给球杆婴儿般保护。吉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正红胶边声音小，弹力大。LP 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
三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郭富生开球。这个炸球让我想起以前在这个红白机玩这个桌球游戏的时候，嗯，这白球跳起，突然间变大，的感觉，尤其是俯视角，这很有画面效果。我就记得有一些是打到那星星的洞里，对对对，然后可以得分啊，还是说怎么样？还有那个虚线去瞄球的时候，对，那配音嘟嘟嘟嘟，对对对对对。最早的都是这种俯视角，后来到电脑里边有一个叫《斯诺克大师》的游戏，3D 的。嗯。我就感觉有段时间，后面发展成这个碰到库边带折射的这个线子就已经比较牛了。对。要不以前都得判断，自己去想反弹之后，就是那线不够长的时候，对，或者碰到这个球之后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方向？一般呢，它在这个长库，比如咱们翻中，是吧？这种都打这个宽度的时候，往往这个虚线都能够折射出来，嗯，我们好判断。打两个这个顶库的时候，长的时候，长的时候就得判断了。最早接触台球的是小时候爸买的那玩具，应该是1:10还是1:16那种小桌哈，啊，斯诺克的那种小球也不圆啊，跟那巧克力糖似的，反正就瞎打呗。就是家里人给你买的一个小玩具，小台球桌啊，还真挺好，放在这个折叠桌上边打，一打就哭，反正我爸老赢我。现在应该是他打不过你了。嘿，您自信点，不要应该，一定让他一只手。哼，哟，现在如此是如此之张狂。哎，对，反正吹牛也不要钱。这段咱存下来，留下来，有机会一定要发给叔叔。好嘞，好嘞，听听。我父亲打乒乓球打得特别好啊，乒乓球。对，哎，你别说，在这个稍微老一辈的这个体育运动里边，乒乓球算是经常玩的。对，乒乓球、羽毛球、篮球，普及性太高了。嗯，有段时间学校里也没有那么好条件，怎么办啊？砖头垒的那个，对对对 对吧？对，水泥台子。嗯，课间5分钟，对，还没打铃呢。我们这就准备去冲出去站台子了。是的，那时候想想真傻，就5分钟，你跑到那儿就得花1分钟。对，然后再分波，没打俩球呢，铃儿又响了，再跑回去。是。然后上面呢也没有这个立的棍儿啊，自己找木头棍儿怎么着，两边一别，然后有的时候是抻个网，或者拿纸壳子，拿什么，拿砖，对，摞着，基本上都是砖头那时候。稍微我感觉家里条件好点的都有那个卡住那种啊，那都是后来短条件好一些了。然后有一些这个可能跟老师关系还不错的，或者是类似于这个球队的，可以去打绳类的那个木头那种球桌，那都是可能都得这个比较高，2000年之后啊，比较条件好一些了。 对，条件好一些了。OK 的，把八号还行吧。嗯，但是现在这个打不着了。对，看跳球，犯规。你跳过去。刚才我们去点燃明灯的时候，正好也看见两位灯塔啊。哎，怎么说？
哎，挺有意思。那郭福生说，最近老跟他们追分，一上场现在打这个中式，脑子里边这个思路稍稍老想，哎，对，就不知道先打哪个后打哪个，老想按号打。对，需要捋一捋。对啊，重新去找一找这个次序。雷一伟呢，就是我中午洗了个澡，有点犯困啊。是。雷伟这个小球员还挺逗的，有时候说话就是软绵绵的，很萌那种感觉。这根黑八带的是非常漂亮。对，我再 K 一杆你的，反正是 K 到了我中带也有的。对，第十局，这种说话的这个雷伟说话的节奏有点像这个德云社以前的这个李丁啊，太刺激了。就慢慢悠悠的哈，你说的还真是有点那个意思。第十一局，雷一伟开球。开球失机，雷一伟两次开球失机，再一次判负一局。稍等，继续击打，有向右角度。六号球并不是一个被九号球锁死了，并没有啊，开放的。这杆球呢，可以先上去。左边中带这一颗呢，可以跟十四做一个明显的连线。十二向下的角度打进十二的同时往下赶一下十四，稍稍立点杆尾了。杆法低一点，第十一局，
雷伟胜，比分8-3。谢谢。第十二局，郭富生开球。可以从8-15这边下来。可以用力量去找。第十二局，雷伟胜，比分9-3。谢谢。第十三局，雷伟开球。
有把握的话，可以底库左边库。哎呦，没有避过十二啊！小鱼绕一边溜了，这球变难了。嗯，还是有一点点的麻烦啊。对，你有两个难受的球，不是一颗。对，一个是左下，一个是右中。左边现在还走多了。哎，红三这个一定要先去努力的去叫一颗。这包球，好球，给不给奖励？够打，就是低杆，感觉这十这边对过不来。好球，这球不讲理了，一顿绕啊！哎呦，八号，哎呦，是啊。K 完，还要看左边九号，感觉十五没怎么动，对，是不是给正好掩住了这个位置？有点贴，贴的让你抱出杆，直接奔着九打。直接翻。郭福生也没有考虑从顶库这边往下左下方这边去勾啊。对，中带吧，再调一杆，轻推弹起，右上方十五，看角度往下走。这黑八位置啊，这个用下方十四叫也行啊，没问题。嗯，高杆。第十三局，雷伟胜，比分10-3。谢谢。
第十四局，郭富生开球。杆大力，左下进一颗。就有时候啊，这个看这种规矩矩炸球看久了，冷不丁来一个像郭富生这样的炸球，还挺新鲜的。嗯，眼前一亮。啊、对，看看这个复杂局你怎么打，对吧？往往这个更考验一些球员的理解、啊。没错。这时候啊，咱们这个稍微脑洞大开一下，我忽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这画面是这样的。在这里我先要说一下，这个是我的版权啊。嗯，比如说这个局数啊，就是目前这种啊，抢十一，好了，一半百球指，一半三九架，有没有意思？有意思，对吧？嗯，有一部分就是说，比如说正常打二十一局了嘛，有十局球你打这个百球指的，你可以很规矩的去控制中带的进球，但是后面十局你可能就没有这个把握了，你就要看运气了。那这个对于裁判员的要求就更高了。哎，你不光得看过不几颗球过线，还得注意力盯着这个犯规不犯规，还得记着后一不后一，还得记着三角框摆球指。它可以作为一个商业性的赛事出来，就是很有看点嘛，吸引大家去看、去观赏、去评论。对。然后比如说局数定的稍微长点，这个四十一局抢二十一的，是吧？咱们就像以前掘金那种样子，前面一个裁判，后面一个裁判。或者，专人摆球框的时候，就球员自己摆，因为很多之前的其他的一些比赛不也是球员自己摆吗？对，有这种相近的。嗯。就是说这种炸法，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别拘泥于一种方式，审美疲劳了啊。然后，你球员特别考验你的综合能力。嗯。咱别说这就是一个开球的游戏，这不是，后面还有这个另外一半的这个是三角框的啊。嗯，有这球，生生的给蹬出来了。反正您这想法。真是脑洞够大的，对吧？嗯，有意思吗？商业赛事嘛，你就要看有看点，要流量嘛。那么大家看审美疲劳了，要看什么呀？本场比赛结束，雷伟胜，比赛淘汰了郭富生，郭富生双败，被淘汰了。明天上午的比赛是10点钟。